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妙趣动物世界。一头猎豹正在高速奔跑着，前方的角马群看到它的到来，立马吓得乱作一团，四处逃窜。慌乱中，一头小角马被猎豹截住了，但勇敢的它并没有束手就擒，而是坚强的与猎豹搏斗起来，在两头猎豹中间不停的周旋，竟还显得一丝游刃有余。身后的一群同伴都看傻了眼，但却没有一点向前帮忙的架势。很快，两头猎豹就恼羞成怒，攻击得更加猛烈，小角马瞬间便招架不住，被他们扑倒在地。一头咬住他的后背，一头咬住他的脖颈，这两处致命的位置让小角马根本用不上力气。猎豹的捕猎技巧在动物界是数一数二的存在，小角马毫无办法，此时的他只能指望周围的同伴来解救自己。但令人绝望的是，如此数量的角马这时竟没有一个人敢出手向前，哪怕只是稍微的恐吓一下，这种绝望恐怕是人永远也体会不到的。欢迎来到本期彩蛋环节，如果用暂停截图的这把武器，你是否能打破本期的猛兽呢？话不多说，请在评论区亮出你们的武器，和我一决高下吧。